来，外套拿好。他说第一个还是这个位置，早饭一个，他们会吃啊。点什么？早饭，茄子意大利面跟一个巧克力松饼。两个炒饭好了。松饼一人一块，炒饭还是面面，一人选一下。一块，那你自己一人一块。因为我要这个，我要用小叉子。面面你要炒饭。好，然后呢？很好吃。先吃啊。这可能是当然的，因为看起来很像二十个巧克力蛋糕。他以前不是有卖那个可爱的樱花糕很贵，我记得我还买过，对不对？对。菜。里面吃起来好好吃的样子。等一下要去益智游戏区吗？应该不会的吧。你要选两个，一个去天鹅，一个益智游戏区。二选一。益智。好，那先去喂天鹅。再去益智游戏区。吃完，不然家沿路只能吃葱油饼了。看，我们准备要走了，赶紧再玩一下。看，你们以前老师说你很灵活，像个猴子一样。快点！啊？接下去了啦。